嗨，大家最近过得好吗？你刚刚看到的呢，是我们超认真频道史上来第一支 Vlog。那其实呢，我们这阵子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忙翻了，忙爆了，就是真的是忙到乱七八糟。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呢，其实就是因为了明天5月1号的时候，因为小弟我啊非常的荣幸，在明天的时候呢，要回我的母校高中去领一个奖项，就叫做荣誉校友。哈哈哈哈。前几年呢，其实我已经拿到我大学的荣誉校友的那个的奖，但是因为在当时去领奖的那一天，我人刚好在国外工作，我在那个时候人好像在 San Francisco 吧，好像在旧金山工作，所以当时我就没有回到学校去参加。那很荣幸，在明天呢，就是我要回到我的高中去再拿这个奖项。也因为呢，我的高中它其实创校了50年，所以非常的荣幸，就是他们也邀请我，就是为学校创造了一个50周年的雕塑。那这也是我人生史上压力最大的一次啊。就是其他做别的什么案子都还好，但是做自己的学校总是倍感压力。那为什么会先拍一个预告片呢？其实就是要试试大家的水温啊。因为原本哈，我们想说明天就可以带着大家去回到我的校园，然后看看我们学校最厉害的福利社，最厉害的啊没啊，不是最厉害的校园。对，然后也很多网友问我们呢，就是为什么你都不开始教一些就制作东西啊，或者是教一些就是把一个东西完成品的一些影片啊。那原因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小弟希望就是我们频道会变成未来大家的工具书，所以我们前面都会用一些很多基础的东西开始教学。那你在刚刚看到的 Vlog 里面呢，其实很多画面大概只有10秒钟，但是我们用15分钟它都讲不完，就是它的使用技巧跟它如何制作。那还有一些当中的美美嘎嘎啊，其实它都很难把人家好多年的经验用15分钟的或10分钟的一个影片来好好教给大家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只要你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后面都会把每一个技术跟每一个技法都会好好的来传授给大家，让大家都可以变成变成什么？没什么好变成，就当普通人就好了。超人少年，对，都可以变成超人少年。对，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它比较像是一个预告啦，那也让我们的公司的大家缓缓哦，让大家休息一下。那下周开始呢，也就是这一季开始，其实会有非常多非常精彩的影片。那我们就到时候再见喽，各位朋友们，拜拜。